乡里乡亲，真实乡亲，欢迎收看本期的乡里乡亲。今天来乡亲的是家住在四平市的郑吉臣郑叔叔，今年呢69岁。郑叔叔退休前呢当了26年的司机，开车稳当啊，那就不用说了，记性还贼拉的好使。你看现在咱们开车啊，到哪呢都得开个导航，恨不得啊从单位到家那都得导个航，找一个最近的路线。以前哪有这么方便呢？全凭记忆。我就佩服郑叔叔这样的，到哪儿呢你甭管是犄角旮旯的小道他都能记住，就算上外地人家也不打怵。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当司机啊就得摇哪跑，对家的照顾呢肯定是兼顾不到。这一年呢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道上呢，郑叔叔呢开了大半辈子的车，对于家的温暖呢更是比谁都渴望。好不容易啊等到退休了，他这奔波的旅途也该画上完美的句号了。就是不知道啊郑叔叔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车站停靠呢？早上几点起的？早晨就我开机的时候7:30了吧。早上自个儿整的啥呀？早晨到小吃铺买水果，找个小吃铺吃的爆米碴粥。没搁家整啊？没搁家整。那你平时不在家吃饭呢？平常吃饭呢晚上这顿搁家吃，早晨一般小吃铺。乡亲主角郑吉臣69岁，两段婚姻，退休金3900元，家住四平市，有70平米住房一套，一个儿子已成家。啊，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一打电话你就打麻将。对对，单身搁家待干啥？过来来消磨时间，哎，身体搁家待还寂寞。有老伴吧，基本多数就都陪老伴了。嗯，有啥人家找你了，既然找你了，就得你就得多数不能按你过去那套生活习惯了，就得改变了。对对对对对对。哎，叔，你领我看看你家吧。嗯，哥。这我这先不亮，这哎，叔叔咋这么多打火机呢？啊，要是抽烟拿回来了我就一扔。抽烟你抽咋就是什么频率啊？都一天勤不勤呢？不勤，你两天能抽一盒。那身体啥的呢？抽烟没说不得劲儿？没有，这么多年没有。嗯，也不咳嗽。也不咳嗽。也不咳嗽。那你这是烟还是少抽？嗯，对。这个小的是啥？它也不是空调啊。这个是热风，热暖气，要达到热的比空调来得快。啊，它是热的比空调来得快。对。那我头一摸见这么大点的小玩意儿。热的比空调来得快，空调它得入，外面的它得入热火，它才能。才能散热，这打着就热，啊，这个打着就是热得快，比暖气啥的强。对对对对。啊，挺有意思，它那东西还挺多的。厅的空调也是。厅还有空调。厅啊，有空调。啊，你这卧室有一个，外厅还有一个。嗯。说这俩空调花多少钱呢？俩空调6000多。两个6000多。嗯呐。加上卫生间这个洗浴是。10000多，啥软的？屋里的空调是欠耐了3年了，屋里的空调啊，这空调耐了2年了啊。咱郑叔退休以后的生活，那就是俩字儿省心。孩子们都孝顺，啥事儿都不用他惦记，自己一个人是啥好吃啥，啥好用啥，想玩啥玩啥。但是自由自在时间长了，这心里就有点空落落的。郑叔琢磨着想找个老伴儿，可是一说起找老伴儿，咱郑叔叔还有点害怕呢。第一段婚姻啊，好像是80年呢结的婚，好像那时候多大呀？那时候28，过了15年是生的，分小孩15、16，我们俩离的婚。嗯，离的婚。因为啥呀？因为。他外边跳舞认识一个，见我回来向我提出离婚。今天说离开是一开始说是离婚吧，咱有点不信。你问他爹妈，问他我问他，他大局一定。嗯。他大局一定啊。嗯。大局一定就是板上钉钉了，就这意思，对不对？意思就非离不可了。对对，大局一定，对对对，就这意思。嗯。把他母亲气的眼睛都哭瞎一个，他都没好使啊。
啊，就下那么大决心。嗯啊，第二个媳妇到我就来呀，我到他单位去接他俩，他娘俩是不是？娘俩睡一个，跟单位住单位的床，小单人床，小铁单人床。后来离婚是你提出来的吗？不，也不算我提出来的。嗯。他咋一句话呢？这不让我换大方吗？嗯。我说大方换不了，让我买车，得买十几万的车。后来就是因为又要车又要房。嗯，又要换房，一看我不换。要买车，我说车是达不到呢，车达不到我就不想跟他俩过。我说那妥啊，从今天开始，你走得越快越好。嗯，你看这两次婚姻，让你觉得像挺失望似的。但是在这两段婚姻里面，咱们是不是都做到份儿了？就我这两个媳妇这一生啊，她犯这么大的错误哈，嗯，我没打他一个碰他一个手指头，嗯，虽然我这人脾气不好，我在外界上谁都不好使，嗯，回到家，嗯，对老婆孩，他说啥是啥，啊，这一生，女人她再好，她就这个甜话，嗯，说她比这个电视明星都高尚，嗯，她只要是迈开我家就门槛了，嗯，这样回来，那比登天都难。我宁可这辈子光棍，我能找不着，宁可光棍，我也不找。我这一生就这么讲。这两段失败的婚姻把郑叔整得挺伤心的。第二次离婚之后，犟脾气的郑叔发了狠，再找老伴非得找个方方面面都称心的。而在各个条件之中，郑叔尤其重视的是眼缘。心目中最理想的另一半是啥样呢？说出门能领着手。领出手了，对，那就是长相得过关。对对对，太胖的不要，太胖的不要。那我觉得胖胖的阿姨还挺有福相的呢。对对对，太胖了，嗯，不要太胖。再的有些女的会抽烟、喝酒、打麻将，我不喜欢这样的些。她只要说哈，在这个哈，嗯，音频这方面，她不背叛我，嗯。他犯任何错误都可以原谅，他多远我都能去，不管他多远，嗯，所以我对这人喜欢这人，他在哪，所以非让我上他那头，他哪怕是大兴安岭再冷的地方，我也能去。一会儿看阿姨，还说给人带点四平的特产。对对对，就带点四平那个吃的，就是雷连锅的熏肉大饼。这家啊，走吧。你总来这儿吃啊？总来买。总来他家吃？那总来。那你都认识了，那就。哎。哎。侯爷，你给我烙五张熏肉大饼，会给我烙啊。吃不了我送人，我到今天到上去就看一个客人。谢谢啊，没事，嗯，人老好了，啊，这老板娘对咱郑叔的人品那是相当的认可，一听说郑叔要去相亲，那是一顿加油打气。咱郑叔也是满心欢喜的期待着接下来见面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王姨，美女来了，下班了，下班了。哎呀，真准时，说三点十分就三点十分。相亲对象王秀琴，59岁，家住长春市，退休金1500元，两段婚姻，有60平米住房一套，一儿一女均已成家。咋回来的？我搭别人车回来的，今天。啊，平时呢？平时就走了回来。远吗？也不远，就前面就是那个红旗那个新能源。哦，嗯，对，你就在那块食堂现在做饭。对。啊，我看你上次上咱们节目的时候还干保洁呢。那是干保洁的，然后后来不愿整厕所嘛，就不干了，不想干了。啊，就看心情，想换工作就换工作。对，真准时姨，你跟我说3点10分到，我一瞅马上快3点10分了，你电话就过来了，你说我到了。我都
冷啊。啊，走吧，那咱上楼吧。走吧，走吧。是不是就这门啊？就这门。嗯。几楼啊，姨？我家16楼。啊，电梯房，那就没事。你走一。我操，他俩得过的呀。姨，你家多大平啊？我家65平。65平，一室一厅。对。啊，实际我这是一室，就是2室1厅的，完我改了一室一厅了，因为我自己住，我现在没有必要整那么，整那些个卧室啊。啊，我看姨你就是对吃这方面挺有研究的。我好吃，我好吃，挺有研究，我也可愿意吃肉了。我也愿意吃肉。看那边那个豆油、大米，那都囤好些了。啥也不缺。啥东西都囤住了。我不愿意上饭店吃，我愿意自己做吃。我认可就是买肉回来自己做吃，我不愿意吃饭店的东西，你知道吧？不下饭店，不下馆子、总感觉外边的东西吧，就是不卫生，你知道吧、农村人就是过日子比较仔细的，说是不是？对，就舍不得上外那么消费去。那天天早上我6点多钟就走了，我们有班车，班车在门口接我们。完了到那嘎达紧嘛，就是换上衣裳，这8个点就是搁那嘎达就站着干活，这一点坐的时间没有。我姑娘吧不让我干，说你别干了。我寻思我搁家待着不也没意思，你说成天我要是逛街吧还没那么多钱，完了钱太少了。我要是在家待着吧，完了我还没事儿，你说待不住啊，没啥意思。我爱买衣服吗？挺愿意买衣服的。愿意穿。愿意穿。那你这衣服啥的？我衣服也不多。啊、我衣服不多，前几年吧条件也不怎么好，说实在的、就是这两年还行、前几年就是工资跟哪个就是挣的也少、天天上班还有人唠嗑说话，对，完也不觉得累挺啊，等到家了吧就啥都不想干了，搁外边一天就是朋友都说说笑笑的，都一搁一起干活，我们就连开玩笑啥的，一混一天也挺好的感觉。我之前也站过，你说8个点一天站8个点，后来就给我的就是大腿根站的都骨缝疼，那你能这么站吗？你啥事没有，我现在身体非常好。原先我腰间盘，原先我腰托就是，躺到床上就是一个星期起不来床。完了，我听别人说的那个就是游泳好。完了，我寻思昨天不能干活，也不能上班，那腰疼。完了这么的，我就上南湖游泳去了。8月份都不到一年，你看头年那个10月15号下水，第二年我8月份就横渡南湖了那站。我今天就去不了，我今天这不是上班吗？我也没时间去，下班吧就也感觉挺累的了，就想搁家看看电视啊。我总看你们这节目啊，天天到那个就是五点十二，我5:10有时候我就打开了，这9点多钟还有，9点半还有呢，我也看。重播那是啊，9点半是重播呀，反正9点半我也看，5点多这个我也看。阿姨，你看电视一般能看到多晚呢？我看电视也不一定啊，我这吧就岁数大了，睡眠也少。睡觉少。对，睡觉少。有时候就是看完你们这个节目，我现在看看那个电视剧，就躺着就睡着了，睡着等睡觉一嘛，电视还打着呢，一瞅12点，电视关了吧，有时候玩到1-2点钟，完了再睡一觉就亮天了。也一两点钟睡觉呢？有时候就1-2点钟，你现在都睡一觉，头半夜睡一觉了都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早上7、6、7点钟起来再上班。对。哎，你说你这么睡觉的话，是不是也因为一天太没意思了？自个儿没事倒那块儿醒醒，应该也是。对对。就但凡要是生活里下班能多一点意思啊啥的。对。阿姨，你觉得自己生活多长时间了？我自个儿生活这今年10多年了呗。13、14年，我看看，没有13、14年，11、12年吧。我是吧2段婚姻，我以前是离婚的，后来我又跟这嘎搁那个就是街边的又找一个，完了他就是抽烟喝酒，就是不保养身体，完了我也不知道心梗也不知脑梗，喝完酒就没了，人就没了。那时候岁数也不大吧？哎呀，他照我大8岁，那时候我44，他才50。将近50，那时候感觉像天塌了似的，那是真难受那个滋味啊。那你俩搁一块过了多少年呢？我俩搁一块过13年。啊、我三十一那年到他这儿的，等那个我44年他没的，我就感觉就是接受不了似的那咋，哎呀，就是我后来做梦都能梦着他似的。
人家除了说身体不保养自己，你俩感情还挺好。我俩感情好啊，我头一段婚姻感情不好，我也是比较就是，性格也有点强势，他吧，比他吧有点就像妈宝男似的，就是他啥都听他妈的，我就感觉他窝囊似的，我就这么说的呢，我说我应该找一个，就是一天打我两遍的，我也不愿意找那窝窝囊囊的过。啥都听他妈的，他说了啥也不算的，他妈说啥是啥，他妈说对也是对，他妈说错也是对，就这样事的。我喜欢大男子主义的，就是。啊，你喜欢爷们儿一点？对，爷们儿一点的，有点阳男人嘛，有点阳刚之气，是不是多好啊？就是喜欢他，那脾气好一点的。啊，大男子主义脾气还好点。那也不能说这脾气太倔了，说的，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就不行了。那是不是就是那种，在外面？就是拎得起事儿了，对，回家跟你好是好心，啥玩意都能说明白。对，对我就寻思想成个家，今年就想。啊，今年就想成个家。今年想过年不是自个儿。对。王姨说，今年过年可不想再自己一个人过了，所以这找老伴儿的心情就更迫切了。王姨说自己要求不高，兴趣爱好差不多，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能一心一意对自己好的就行。这要求越听越像咱郑叔啊，那么今天他俩的相亲能成功吗？这风真大呀。冷了。冷了。我白天冷了。可不、啊、这晚上说风硬，像进不进进来就是。来说你站这儿，我给你开开啊。哎，就中间这个、就这个。阿姨。哎，好了。哎，你好。哎呀。哎呀，还蛮辛苦。你说说了，不能空手来。让你破费了，快拿吧，爷。哎呀，是不是没少买？这个呢，谢谢。再接着新肉四瓶新肉大锦。啊，谢谢谢谢。知道阿姨爱吃肉，我这都不空手来的。我感觉他这人还挺好的，我看挺有眼缘的。那我一听就不是本地的口音了。能听懂？能听懂。你说你不喜欢胖一点的？对对对。那你觉得这个阿姨呢？她不胖。你看照片的时候还担心她胖？嗯，对对对。郑叔和王姨一见面，感觉这眼缘是对上了，那接下来就得好好唠唠这脾气秉性、性格爱好啥的了。只是这还没等正经唠呢，这俩人瞅着咋还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呢？介绍一下，叔叔。这个是王秀琴阿姨，我叫郑吉琛，郑吉琛啊，叔叔是老大连人，但是不是本地人，是不是？对，老家大连的啊，我大连长大的，大连生的，今年69啊，毛岁啊，69毛岁，阿姨是我59周岁，59啊，60岁啊，60，你那你五的吧？对，我属蛇，你照我大。大九岁，坐坐。大哥，你几个孩子？一个。啊，男孩女孩啊？男孩。啊，跟你在一起吗？没有，我自己住呢。啊，你家那房子多大面积的？就算七室吧，差一点点七室。大哥，你乐不乐意旅游啊？旅游吧，有啥呢？过去吧，上班的时候。走的地方挺多，什么上海呀、天津呐、北京啊、广州都去过。那天我外甥拉我姐、拉我那个我三姐我，我们去上那个丹东去了。啊啊！你不是游泳去了，姨？那个我一说是游泳，到那游那浪啊，那浪都一米多高，我游一游浪一个浪给我打回来了，一游一个浪给我打回来了。游泳对身体是最好的。你对游泳感兴趣吗？我对那个不感兴趣，因为啥？我一小的时候游泳淹过，打那个就害怕了。你怕水？哎呀，这郑叔，这么唠嗑可不行啊！人家王秀琴喜欢的，你咋都不感兴趣呢？这么唠下去，刚开始见面时候那点好感，怕是要保不住啊。叔叔之前是当司机的，你看你之前说问他爱不爱旅游，去过老多地方了，能开叔叔说开车25-26年了，鸡鸭鹅狗都没碰上过。我车开得好，你车开得好啊！我有啥？我上班的时候吧，我们行里领导吧，只要是远道，
别的司机捞不着，就是整个都是我的事儿。对，你开车他放心。我不喝酒，这边酒一口不动。啊，酒一口不动。就是这说家里说今天我高兴了，来客人，满大街就是就那二两的小杯啤酒，啊，能喝一小杯。大哥，你身体还挺好，是不是？身体不敢说太好，血压偏高点。血压多少啊？140到150。那行，嗯，血糖也不高啊。不高啊。现在想起来呢，一天吃一片，就一片降压药；想不起来就拉倒。这关键时刻还得红娘出手，不喝酒，身体好，为人做事踏实认真，三个优点顺利缓解了俩人爱好不同的尴尬，还在不知不觉中让王秀琴对郑吉辰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大哥，那你退休一月多少钱？开多少钱？开3900多点。大哥，咱俩要走到一起，你能舍得给我花钱吗？这玩意儿这怎么说呢？不铺张浪费，该花咱得花。那有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对。我吧也是过日子人、啊，我不是，我也不是说乱花钱的人。作为女人好穿好美，就是女人天生的本性，叫女人她都好穿，对不对？对。这个大哥一点不太反对。是你想穿啥相中了，说哥我相中这套衣服，这你张嘴就行。我要穿上对你的脸面也好也好，是不是？那刘春一看这是，你看你老这么找一老伴儿，就是头几年条件也不怎么好，是，就是这几年我不要紧的，要是成功那天有我呀。对呀、啊，大哥给我买呀、啊。哎呀，这一口一个大哥叫的，咱郑叔恨不得啥要求都答应了。但是啊，虽然王姨很是喜欢郑叔，但是作为女人，她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担心，正琢磨着怎么才能问出口呢。大哥，我有两段婚姻啊，两段，我也是两段。我第一段是离异啊，第二段是丧偶。我也是两段，但是我这两段吧，他俩都健在。那你这个，你儿子是哪个？是第一个。啊，那你这个两段婚姻都没有联系了呗？对，一点联系没有啊。那跟我一样，我这个也没联系、嗯，一点联系。嗯，有啥呢？今天跟你说心里话啊，我是想联系吧，这两个我头几年这两个，我是一个电话他都奔告回来，再好的女人，只要迈出我家就门槛了，哎，哪去哪去了，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你这大门就不冲他敞开了。哎、对，嗯，我这人性格和别人不一样，我犟。哎呀，原来咱王姨是怕郑叔和前妻有瓜葛，纠缠不清。要我说，王姨有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但是你太不了解我郑叔了。女人她再好，她就是甜花。嗯。说她比这个电影明星都高尚。嗯。她只要是迈开我家就门槛了。嗯。这样回来，那比登天都难。听没听着？咱郑叔就是这么犟。和前妻藕断丝连的事儿，在他这门都没有，所以王姨啊，这个事儿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你就觉得他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跟我说你喜欢的那种大男子？对，我喜欢这样式的。那你说他要再藕断丝连的，那我跟他俩处着没意思了，是不是？那我找他干啥呀？那我感觉我就是多余的了。除了抽烟这个事儿，你还没问他呢？我还没问他呢，他能不能？能不能戒掉？能不能最好少抽点行？他不给不抽也行呢。换他有一把，我没有一把，我不知道他介不介意这事儿啊。你得问问他介不介意。我一闻烟味咋的，大哥，我就感觉脑袋就疼。烟味一下从我就鼻子里一下就进脑子里，就感觉脑子就疼。抽烟呢，我抽了一辈子。大哥，那你一天抽多少啊？要是说不玩麻将吧，两天能抽一盒；要玩上麻将，一天就得一盒烟。要是搁家呢，可以上楼道抽烟去吗？可以吗？那可以，只要是俩人，对心了，上楼道抽烟啥都可以。他那个阿姐挺担心，说自己医保这事儿，还有就是说工资这些事儿。条件吧，按我想想吧，肯定是不优秀。我得看一个人的心，今天工资增多，我也不值你的工资，有啥呢？说吃喝。这些事都是我的事儿，和买衣服，你买衣服不能月月买吧，你不能天天买吧，那不可能，对不对？只要是你心好，各方面这个
吧，你就放心了。我这人是实惠人。哎呀，这真是相中了啥都不是事儿啊。但是这俩人要是在一起相处了，有一个事儿还真得提前研究一下，那就是郑吉辰在四平，王秀琴在长春，两地车程两个多小时，以后这俩人到底得咋居住呢？我吧也希望你上面呢去跟啥呢，在南方吧，终究是南方，对不对？那么的大哥，咱俩吧就是搁那块待够了，就上这块来住了。在长春待够了，咱再上那块住。你那块应该比我这块还能暖和点，是不是？因为你那是往西南上走，是不是？对对对。咱俩到一起生活吧，你挣那点钱，我挣那点钱，是，我挣那点去咱俩花，我得积累点。当时咱俩是有那对有点啥劲，到医院你得交现钱才让你住院。对。以后上哪？有点积累钱上哪啊？没去过的地方是丹东、大连呢，爱啥时候去咱啥时候去。他要不愿意的事儿，那我得，那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不是啊？你就得随着他了，那不能这岁俩人再整的生气也恼的，就没有必要走到一起了，是不是啊？那我就听他的了。一个是互相都没啥意见的话，我就白天我在我们的视频我不跟你说了，他就是黑龙江大兴安岭再冷的地方我也能去。我走哪哪是家，都唠得这么好了，你啥意思？那就处他吧，先是不是？处他吧，是不是？那我就是想找老头，我就是想往对象发展，我就是想找伴儿。那你说快表个态吧。我的建议呢，就是这样定下来。啊，就直接定下来。哎。感觉吧，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说心里话。哎呀，这俩人以后到哪去旅游都规划好了，对彼此的欣赏藏都藏不住啊。就像咱们郑叔叔说的，为了你再远的大兴安岭我都能去，多么的霸气。咱王阿姨呢也是为了感情，那家伙你多少的小毛病我都能包容。嘴上说呢闻不了烟味儿，可叔叔上走廊的时候呢还想给拿个凳子。你看他俩这样啊，我都跟着幸福起来了。你说中老年人为什么要找老伴儿啊？不就是为了像咱叔叔阿姨这样找一个能知冷知热互相包容陪伴的人吗？期待郑叔叔和王阿姨的好消息，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啊。那无论多远的距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啥事儿啊那都不叫事儿了。如果电视机前单身的您也想像我们的叔叔阿姨这样幸福甜蜜，那就赶紧和我们联系吧，电话还有微信二维码都为您准备好了，随时恭候您。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年过五旬，膝下无儿无女，甚至还没结过婚。认识一个别提了，差点命没丧在他手，跟他是初二年吧，差一点没命。年轻时遇人不淑，中年后被姐姐临终托孤，到了晚年名下却没有任何房产。当初的我姐没的时候，完了她没结婚，说帮我照顾一下我。她结婚怀孕生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遇到同样未婚的她，本是期待满满，却为啥眉头紧锁，几经试探。自己一个人，这老母亲八十多岁，就做饭那啥你都照顾了，还哥哥姐姐还来，那这不属于巨婴吗？你有上进心吗？乡里乡亲，下期播出。